董妈妈，董琦同志是我们的卧底，他必须保守秘密，这是纪律。对不起，董子，他是个好公安吗？董琦同志是个好公安，他还是个英雄。 这可是他儿子一世的清白，唯一的证据了。一个二流子，小混蛋，他也能当公安？他可是他儿啊！别说了。 到底每天都做些什么？整天把双城搅和得鸡犬不宁，这就是做卧底。董老板，董琦同志这些年是做了很多不得人心的事，但他是没办法，是为了伪装身份。哼，为了伪装身份，就十多年不回家。 装身份，就连家人十多年来人前人后抬不起头来。老总，你这会儿说完，就算他有一万个不能回家的理由，他娘病的差点就一命呜呼了，总该回来看看。 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早就看透了。你看看，谁说他肚子不关心咱们呢？ 爸妈，儿子不孝，这辈子可能没法在身边照顾你们了。这些钱是我这些年攒下来孝敬二老的。放心，都是来路正当的血汗钱，只是不多，你们省着点用，也够养老送终的。 这些都是真的。
咱家的日子咋过的，你不知道啊？要不是咱懂得，这钱打哪儿来的呀？啊！公安同志，到底是什么重要的工作需要他去做，使他十多年连家都不敢回呀？董老伯，董妈妈，如果没有董琦同志，这次毛主席的专列就不能顺利到达苏联。好，好啊，我的好儿子啊！爹，都怪你了，爹，都怪你了。爹错了呀，儿子。我的儿子啊，爹错了呀。儿子。